你好，你的外卖。你个废物，送外卖能送超时？你能干点啥吧？这里电梯坏了，又是28楼，我是爬楼梯上来的，所以耽误了。那你就不能快点爬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把人差评吧。小经理，别给我差评，你要是给我差评，我这一天都白干了。求我也没有用，赶紧给我滚，滚！喂，物业，电梯是在维修吗？是的，今天5点才能修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张秘书，你叫吴经理到办公室来一下。黄总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这里有份文件，马上去给我送去。好的，黄总。有份文件忘记给你了。不是，胡总，那电梯坏了，我刚走楼梯下来。胡总，胡总，电梯坏了，我能不能晚点送去？施总还等着签字呢，赶紧给送。分高低贵贱，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，尤其是我的人，人品一定要摆在第一位。黄总，那就一个送外卖的，至于吗？看来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机会了。去人事部把离职手续办了，我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这一切其实本无味，细细的品尝，慢慢体会，苦辣酸甜让你搭配，怎样才？小伙子，你能不能醒醒好，给我点吃的呀？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行，大爷，等一下啊。大爷，你在这休息一下呗，给这吃呗。小伙子，我不做了，我身上太脏，怕影响你的生意，谢谢啊。哎，大爷，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大伙儿，小伙子，哎，大爷，今天怎么还是晚的？我等你老半天了。你叫啥名啊？你叫小松，大爷。小松。小松也真好，小松。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这乞丐怎么今天了？遇到这样的人，我们能保下去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小松，我和他生病了。
眼角膜坏了，需要做手术。他以后再也看不到我。来吧，这里。小松。弟啊，给我肩中眼角膜那手术人查了吗？哥，我给你问了，但是医院那边说不能透露捐赠人的信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小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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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吗？眼睛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，大爷。小伙子，你就别掰了，我种点菜也不容易，求你了，别掰了。行了，就这样。多少钱？这颗白菜你给2块钱吧。来。小伙子，没有零钱呢？没有，来。这50是假的，我换一张。假的？这是我卖菜的钱呢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我换一张。我零钱也不够啊。没有啊，没有的，不够找你的。没有，那你把钱还我，不买。大叔，大叔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我卖了一天的菜，还收了一张假钱。假钱？拿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大叔，你这不是假钱，谁跟你说这是假钱的呀？不是假钱，不是，赶紧把它收好了。大叔，您这白菜怎么卖的呀？小伙子，你别买了，这白菜都让他们撕烂了。没事，大叔，正好我哥俩刚下班，还不知道晚上吃啥的。我看你这菜都挺好的，这样，这三个白菜我都要了，你看多少钱？小伙子，不要钱，你拿走吧。那可不行，大叔，这风吹日晒的，你卖点菜也不容易。说吧，大叔，多少钱？那你给5块钱吧。行，大叔，来，给你钱。我给你找钱。行了，大叔，不用找了。这不冷的天，你赶紧早点回家吧。走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。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黄总，这位先生找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忙着呢啊，没有时间顾你啊。我这边资金周转快，借100个用。把卡号发给我，10分钟到这。你还有啥事吗？